赶快来做安排了。有请到我们的奈儿，直接带来精彩的秀舞。好了，今天的现场当中，咱每一位好朋友，在咱今天的节目的这个尾声哦，来欣赏到咱精彩咱这个舞蹈分享的时间。当然，也要来再次说，要来庆赞是咱的中区辅导会，咱的辅导工，也要感谢到我们三慈生命礼仪，我们的吕建章吕董事长，感谢到咱的楼主，谢谢。现场的朋友，来最后一位我们的钢管辣妹。来分享热情，分享舞蹈的时间哦。那么分享精彩，从那个七点到那个三点哦。